媳妇，这么着急要去哪里啊？婆婆，我小妹过来了，我去接她。也不收拾一下就这样子去啊？没事的，婆婆，自己妹妹不会介意的，我走啦。小妹，你来了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？姐，我来看你还要提前说吗？我来个突击检查，看你过得怎么样。我在这里过得很好，你看这里山清水秀的。姐，你以前可是很注意形象的，现在怎么变成这样？还不是你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下，害我一点准备都没有。走了，我们先回去。等一下，走吧。好。小美，你别看我们这边偏僻，什么都有。行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地方让你放着大小姐的生活不过来这里。小美，你看城里哪有这种风景啊？我看不是什么风景吧，是阿雄。哎，不是啦，走吧。还不好意思啊，这怎么有个水坑？这两天下雨，土路比较泥泞，你注意点。哎，姐，要不你带着姐夫回家吧，反正家里房子那么多，再让老爸给姐夫安排个工作。婆婆在家一个人我们也不放心，再说吧。好吧。小妹，就是这里了。儿媳妇，这个就是珊珊啊，长得真漂亮。是啊，婆婆。阿姨好。儿媳妇，你带珊珊去逛逛，带点她爱吃的菜回来，我去摘窝柑给你们吃。好。走吧。谢谢啊。小妹，我婆婆做菜可好吃了，晚上你尝一下就知道。谢谢，转过去了啊。好，走吧。珊珊，你们过来吃饭了。吃饭。珍珍，吃一肉，这楼楼你不是也喜欢吃，多吃一点。好。姐夫，差不多得了，你有点过哦。什么呀，你也吃啊。珊珊，习惯就好，他们两个一直接。哪有嘛，就这种话。小妹，赶紧吃，一会儿带你去看油灯，可热闹了。真的吗？我都没见过。那我吃饱了，我们走吧。那走吧，现在过去看看好。妈，你也一起去。好，小妹，走吧。哇，姐，快看，好热闹啊！哎呀，走，我们去前面看，前面更热闹。婆婆，儿媳妇，你去叫珊珊出来吃早饭。小妹，出来吃早饭了。小妹，小妹，小妹。姐，看你过得好，我也放心了。我有事就先回去了。这次过来我是带着任务来的，爸妈让我给你带张卡，里面有10万，他们知道直接转给你，你不会要，就让我跑一趟，顺便看看你过得怎么样。爸其实一直都很关心你的，他就那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有空带姐夫回家看看吧。过阵子二熊农场忙完了，让他陪你回去一趟。